灯光照相不朽容颜，有些明星总是让人不禁想问，他们是喝了青春永驻的灵药吗？因为他们本人比他们的实际年龄看起来年轻多了。有些明星事实上比你我想象的要年长十甚至二十岁，比如说以下这些：一、Jim Parsons， 这位在热门剧集《宅男行不行》（Big Bang Theory） 里扮演 Sheldon 的知名演员，33岁时加入了该剧组，当时是2007年时。但是12年过去了，他看起来完全没有衰老的迹象，他脸上基本上没有皱纹，随便说他是20多岁的年轻人，都不会有人怀疑他吧。虽然我不知道他保持青春外表的秘诀是什么，但是肯定非常有效。二、Jared Leto， 大家熟知他的原因，要么是因为他是30秒上火星乐团 30 Seconds to Mars 的主唱，要么是因为他在要命俱乐部 Dallas Buyers Club 里帮他赢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的惊人演技。但是他让人惊叹的不仅是才华而已，还有就是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一个47岁的男人啊。他把自己的容颜永驻归功于纯素食主义的膳食和滴酒不沾的良好习惯。三、Reese Witherspoon， 金发尤物 ，Legally Blonde 上映18年之后，主演的演员 Reese Witherspoon 宣布他现在正在筹拍该系列的第三部作品《金发尤物三 ：Legally Blonde 3》，真是太棒了！但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为什么他和自己2001年的样子看起来一点都没差呢？今年就要满43岁的他，看起来还是那样容光焕发，简直可以当自己19岁女儿的姐姐了。四、Selma Hayek， 没有人会相信这位漂亮的女演员已经52岁了吧？她的皮肤看起来光滑依旧，她和在邪恶电影《恶夜追杀令》里展现惊鸿一舞的她看起来没有太大区别。Hayek 说，她保持青春容颜的秘密就是早上从不洗脸。你会相信这是她的秘诀吗？五、Halle Berry， 她就是锻炼和严格饮食能产生奇效这个说法的完美验证人。但是这位女演员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她想要永葆青春，还因为她患有糖尿病。看来她能保持较好的面容，只是良好生活习惯的额外惊喜吧。Halle Berry 虽然已经52岁了，但是美貌和身材完美依旧。六、Ellen Page，他凭借着自己在电影《鸿运当头》里扮演的可爱又迷惘的青少年 Juno 而为人所知，但是这都是12年前的事啦，是不是觉得自己老了呢？最近 Ellen Page 刚庆祝了自己32岁的生日，但是你要说他是高中生也不会很难接受，到底是因为他又酷又随性的打扮风格，还是因为他不化妆呢？我也不知道。七、Miranda Kerr，她早在2006年就在模特界一炮而红，并成为了第一位澳洲籍的维密天使。如今，这位有着迷人大蓝眼和可爱小酒窝的超模，看起来和13年前第一次走台步的时候一样青春美丽。她精致的面庞和天真的外表，完全没有受到时间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这位35岁的可人儿依然在模特儿界炙手可热的原因。八、Thomas Sangster， 他真正出名是因为出演史诗奇幻剧《权力游戏》和2014年热门电影《移动迷宫》。但是你还记得《爱是您，爱是我》（Love Actually） 里头的那可爱的小男孩吗？没错，就是他。要认出他来并不难，因为他看起来还像是个小孩。虽然他今年已经29岁了，这位演员坦言说自己试图要摆脱青少年这个角色形象。不过我看还是算了吧，他脸看起来还是太年轻啦。九、Cindy Crawford， 这位神话级别的美国模特儿兼演员，最近刚满53岁，但是他惊人的容貌依然让粉丝惊叹不已。真的很难相信，这位时尚教主已经有一位17岁大的女儿了。在一次和时尚杂志 Vogue 的采访中，他透露了自己青春永驻的秘密。他说，他透过爬山、喝富有营养的冰沙，以及随时做好防晒准备，来保持自己的身材苗条和健康。没错，就是这样。十、Michelle Pfeiffer。
这位女性用自己的美丽动人证明，优雅的老去是可能的。Faifa 说，她早就不再担心自己的年纪了，她已经决定接受自己的容貌和身材的衰老，因为她知道人都会老去的，而且这样子很正常。这位女演员的美真的美得很惊人，而且实在没有办法猜到她有多少岁。也许你觉得她可能才40多岁，但是她下个月就61啦。11 Keanu Reeves， 真不知 Reeves 是怎么在她35岁的演艺生涯中做到不受岁月的侵蚀，承受一天24小时整日都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中的压力，还能这样真的很不容易。他青春的外表让人怀疑他是否真的不会变老。没错，有人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网站，在上面给他做分析。不过抛开玩笑话，这个54岁的男人真的知道如何在这个岁数还能看起来依旧帅气惊人。12 Cher， 还记得他那首名叫《如果我能让时光倒流》（If I Could Turn Back Time） 的歌吗？我现在开始觉得 Cher 是不是真的可以操控时间了，或者至少能做到让他自己容颜永驻。这位乐坛传奇已经在舞台上发光发热超过50年了，而且短时间内也没有打算要退出。2018年时，他才参与演出了音乐戏剧《妈妈咪呀回来了》。2019年他又开始了巡演，对于一位72岁的美丽妇人来说，他真是有用不完的精力啊。13 Christy Brinkley， 这位知名的美国模特打破了大家对年龄与美丽的传统定义，如今65岁的他知道如何保持他惊人的面容。他最大的秘密就是健身，他基本上每天都要运动，他的健美身材不知道让多少年轻女性嫉妒满满呢。有时候当他与女儿们在一起时，看上去真的很难相信他比他们年龄还大呢。14 Jane Fonda，她毋庸置疑的是电影界的传奇人物，这位81岁的女演员依旧美丽动人。她相信只有保持积极与活跃，才能将体力衰退隔离得远远的。最近她完成了 Netflix 的热门情境喜剧《同青俱乐部》的第5季的拍摄。在2018年，她还在喜剧电影《高年级姐妹会》里向粉丝展现了自己的完美演技。15 Iman，这位出生于索马利亚的前任时装伸展台女王，是许多如凡赛斯、卡尔文·克雷恩和伊夫·圣罗兰等知名设计师的缪斯。不知道她藏有什么秘诀，如今63岁的她容貌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这位 David Bowie 生前的妻子曾坦言说，她从模特界隐退后就开始注意健身和健康饮食了。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秘密也不太算太晚。16 Sandra Bullock， 真的很难相信 Sandra Bullock 从1987年就开始演戏了。为了保持良好的身材和容貌，她一直致力于各种健身和健康膳食，但是她每周会允许自己来一顿欺骗日餐店。2015年她被 People 杂志评选为还活着的最美丽的女人，但是她那个时候已经51岁了。无论她多大，这位电影明星都能用她的美貌惊艳大众。17 Heidi Klum， 如今45岁的 Klum 在模特界仍然叱咤风云。他认为美丽没有保鲜期，只要看他一眼，你也会赞同他所说的话。Heidi Klum 完全不在意那些让他隐退的声音，也不在乎人们评论他和29岁未婚夫 Tom Collins 的年龄差距。没错，对于这位美人来说，年龄仅仅只是一个数字。18 Pharrell Williams。这里有个问题是，这个男人到底是怎么做到逆龄生长的呢？每个人肯定都有这个疑问吧。在和 Base 的杂志一次采访中，他透露了自己的一些青春秘诀。 Williams 不仅对自己的日常肌肤护理十分用心，还会定时去看皮肤科医生，而且还向超模 Naomi Campbell 讨教秘诀。看来他的这些努力真的都没有白费，很多人都猜不到他的年龄其实已经45岁了。19 Gwendy Stefani， 如果你不知道她是谁，肯定会以为这只是一个女孩 ，just a girl， 年纪20岁左右。看出来我的一语双关了吗？哼哼。但是事实上，这位歌手已经49岁了。
1986年，他作为不要怀疑乐团 No Doubt 的成员出道，开始了他的歌唱事业。但是如今的他，无论是身材还是顶着烈焰红唇的美貌，依旧是无比动人。这无不证明了一点，就是时间对他真的一点影响也没有。20 Andy McDowell，这位女演员的例子，对于任何恐惧衰老的人都有所鼓舞。Andy McDowell 看起来永远都是那么优雅有型。60岁的她，就算只是上一点淡妆，也能看起来深具吸引力。她看起来和出演1994年的电影《你是我今生的新娘》的自己比起来，似乎一点都没有变老。怪不得到现在，她都还能接到模特和演出的工作。所以你最爱的明星是谁呢？在下面的评论区中告诉大家吧，别忘了给我们的影片点赞，并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最后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一起加入我们的亮生活吧。